位同學大家好，我叫做郭佩文 Pitt 文，我是1999年在聖經德中學畢業的。咁其實計計埋埋由幼稚園去到中七，我已經係讀咗16年嘅啦。咁其實除咗係救生會會長之外咧，我喺學校仲有其他職務嘅。咁我而家係第48旅童軍團嘅童軍團團長。咁喺聖經德畢咗業之後咧，我就喺香港理工大學製造工程學系讀咗4年大學，咁完成咗我嘅學士同埋碩士課程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喺國內一間廣資嘅塑膠工廠入邊做緊負責人嘅，咁處理一啲日常嘅工程事務啊、人事上面嘅管理啊咁樣嘅。其實救生會咧係喺1976年。由我哋嘅大師兄高漢明先生成立嘅，咁去到2011年咧，其實就已經係有35年嘅歷史噶啦。其實嗰陣時成立救生會嘅目的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其實最主要就係一班喺聖經德學校畢業嘅救生，佢哋想聯誼一下，圍埋一齊，大家聚一下舊，去懷緬一下以前喺聖經德學校讀書嘅往事咁樣啦。我相信依家嗰個目的亦都唔止咁簡單啊！其實而家嘅目的的而且確唔係止咁簡單嘅。咁其實我哋而家係救生會咧嘅工作咧，除咗聯誼係我哋最大嘅重任之外啦，其實我哋而家咧喺學校嘅事務上面都參與好多嘅。咁例如喺呢一個校董會方面啦，喺校董會入邊咧，其實係有一個救生會嘅代表，而我哋救生會咧每一年都會選舉一個代表去進入呢個校董會，去為咗學校將來嘅發展啊，啲政策去俾啲意見咁樣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喺學校上面嘅發展咧，我哋都出錢出力嘅。咁先講人力先啦。喺呢個亦師亦友計劃入邊咧，我哋救生會其實都派咗唔少嘅師兄去參與，去同我哋一班師弟去一齊相處啊，一齊去生活啊。去教曉佢哋一啲做人嘅道理啊，等佢哋第時去到社會發展咧，就更加好準備咁嘅。咁其喺財力方面咧，我哋救生會咧其實都有贊助學校唔少嘅設備嘅。咁例如呢個中樂團啦，同埋管弦樂團啦，咁我哋救生會其實都係贊助咗好多樂器俾我哋樂團嘅。哦，咁樣。我哋定期嘅活動先講起啦。我哋定期嘅活動咧，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有 council meeting 去討論一下啲會務啊，我哋搞啲咩活動啊咁樣。咁至於不定期嘅活動咧，我哋每年都會有我哋嘅 annual ball 啦、happy hour gathering 啦、遊船河啦、燒嘢食啦，其他好多好多不同類型嘅聯誼活動。咁其實除咗歡迎救生參加之外咧，好多時咧我哋都係歡迎學生去參加嘅。我其實一畢業咧，我就入救生會啦。咁即係1999年，我就已經入咗噶啦。嚇、嗯！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點解嚇你畢咗業之後咧就加入救生會咧？個原因係咩啊？其實個原因好特別嘅。咁我要講翻啦，頭先都講過，我而家係童軍嚟啦。咁我以前亦都係童軍啦。咁喺我細個做童軍嘅時候咧，有好多我當時嘅領袖啊，例如阿寨啊、Paulinus 啊。Michael 啊、Keith 啊咁嗰啲咧，其實都係救生會一啲 council member 嚟嘅。咁我嗰陣時又覺得，哇！佢哋好好啊，即係除咗幫手帶童軍之外，都幫手搞救生會。咁覺得咦？佢哋呢啲嘢，我第時我都要學佢哋咁樣做法喎。咁所以我畢咗業之後咧，就順理成章覺得自己應該係要入嘅啦。咁所以我就入咗救生會啦。咁就咁多年啦。啊！其實我初初入救生會咧就由低做起嘅，咁就最初就係做一個普通嘅 council member 啦。咁我記得大概我做咗5年 council member 左右啦，咁我就開始咗加入咗個 annual ball 個籌備委員會，咁就開始接觸更多呢個救生會嘅工作。咁一路咁做落去，咁就喺上屆我就開始做咗副會長。咁今屆就成為會長咁樣。其實付出就唔係好多嘅啫，其實我覺得得著多啲嘅。咁我哋救生會入面咧有唔同範疇嘅師兄，有律師啦，有醫生啦，有會計師，
他哋每一個人諗嘅嘢咧，都有佢哋嗰方面嘅專業知識嘅。咁其實佢哋喺一件事上邊咧，係有唔同角度睇緊嘅。咁我哋開會嘅時候咧，呢一班師兄其實都各自去抒發自己嘅意見，咁係令到你去諗一件事情上邊咧，你睇闊咗好多嘅。咁呢啲其實喺我日常生活當中咧，我工作上面咧，可能都冇咁全面嘅。但係我喺舊生活咧就學到呢啲嘢啦。我完全係可以喺佢哋身上邊學到喺唔同嘅角度去睇一件事情，去得出一個最好嘅答案。咁其實佢哋喺我嚟講咧係我嘅導師啦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不停咁學緊嘢嘅。其實救生會和學校的意義呢，個聯繫呢是很重要的。你見很多名校呢，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很歷史悠久的救生會的。在我的看法裡面，我們的救生會呢其實是做一個薪火相傳的角色的。例如這一代的師兄就幫這一代的師弟，將來這一班師弟呢畢了業之後，亦都會幫將來的師弟，咁將呢樣嘢不斷咁樣循環落去咧，其實係令到一間學校咧不停咁樣進步緊嘅。因為啲師兄吸收咗外邊社會嘅經驗，就帶翻俾啲師弟，啲師弟就不停咁將呢啲經驗累積，就再交俾下一代。咁其實呢個係可以令到一間學校不停咁樣進步嘅。其實咧，入救生會嘅方法好簡單嘅，只要各位同學喺聖精德讀過一年，咁咧佢哋其實已經有資格去參加呢個救生會噶啦。咁當你哋係畢咗業或者係離開學校之後咧，填翻份申請表，交翻俾我哋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好啦，嚟到最後啦，借住咁難得嘅機會 ，Pivin 有冇啲咩特別嘢同啲師弟作出呼籲咧？各位師弟，我好希望你哋第時喺畢咗業之後咧，踴躍參加救生會的活動，加入我們救生會。其實你們最起碼都在學校讀了一年甚至六年，在學校已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，我很希望將來你們加入救生會之後，就幫下將來的師弟去令到這間學校發展得更好。今天我們師兄幫大家，將來是你們去幫下一代的師弟，令到我們間學校繼續不停地進步下去。Pivin， 多謝曬今日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喎。唔好客氣。